近期闺蜜照顾腰脱的我，你干啥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你不腰疼吗？我怕你刚睡着再被我吵醒了。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比昨天好多了，勉强能挪的挪的。不疼了就好。那我给你盛早饭去啊，稍等我一下。谢谢。你要干啥呀？要吃早饭呢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折腾什么呀？我喂你吧。别了吧，我自己能吃。好不容易好点儿，到时候再吃着了，万一再疼了呢？热吗？都是不是血？你现在呀，腰不好就吃点粥吧，清淡点，要不然上卫生间费劲。等你好了之后，我给你做点好的啊。哎，你想啥呢？现在我这就是腰没办法，等我腰好了，你就不能搁这住了啊，省得别人说你闲话。我也不在乎他们说。我去喂消喜乐吃饭了，你好好趴着吧。在干啥呀？擦一擦呀，要不你能休息好吗？你放那吧，我洗把脸得了。哎，你都啥样了？我来吧。是。哎，脚就别擦了吧，臭。那不说明你有男人味儿吗？再折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也不嫌弃你。你就别说现在了，就等你老了我也给你擦。